好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带完他们买鞋子，我们没有走。现在呢，天已经黑了，我们准备在这边吃点夜市。看着三个人，每人汇了一杯奶茶，我啥也没有，弟弟也没有。你们准备吃点啥？我要吃那个米线。妈妈，你看这边不都是小吃吗？我们可以都尝试一下。是个好主意。给我们两个这个飞瘦的肉夹馍，再过来买一份烤肉筋。我们过来吃这个米线，尝一尝，看看好不好吃。先吃一点垫一垫，那个米线还得一会儿呢。老三一口气喝完了一杯奶茶，现在说有点难受，头晕。哇塞，这么大一碗呢。对，老三给你分点米线呀。我不想吃了，我难受。这个米线好细呀，和我们这冷面差不多，是不是？对。先尝一口，味道怎么样？嗯，好吃，好吃。我感觉这一份你吃不完，能吃完你要相信我。妈妈，你还不知道吗？他的饭量那么能吃，我都害怕我这一碗吃不完。你困了呀？一会儿妈妈带你回家睡觉啊。嗯。吃这个老爽了，浑身冒汗。嗯。可以。哇塞，这个汤真不错。老三，你确定不尝一尝呀？味道特别好吃。不尝了。吃这个感觉像不像在蒸桑拿？对，这样太脏了。怎么样，味道还可以吧？可以。刚才还是说的看着怎么没食欲呀，吃的说哎呀怎么这么好吃。哇，太希望了吧。哎呀，太热了，咱不开空调呀，热得我满头大汗。这碗很大，量好像不少，还是我太能吃了，感觉吃两口就没了呢。是你吃太快了，我们还有那么多呢，你咋吃那么快？我饿了。那我也吃不完，给你分一点。这显得我多能吃一样。嗯，你根本就能吃，但不长肉。你知道咋回事吗？就是奶茶太压着了。对，一杯奶茶喝下肚了，都已经饱了。对，现在一说奶茶我都想吐。妈妈，你再尝尝这个烤肉筋，也不好吃呀、啊。那可能是因为你吃饱了吧，我尝尝。怎么样？还行呀，你看这里面的筋，这个肉滋滋都冒油呢。老三。我看到你也不像难受的样呀，你是不想吃吧？刚才难受的要死。妈妈太热了，还是把它加上去吧。你把手松开，真跟洗了澡一样。这样不就好了？看我这一勺，全部都是肉末。绝了！吃第二口确实感觉有点不好吃，嚼不动。哇塞，看妈妈头上都冒汗了。蒸桑拿一样，再来一口肉夹馍。你咋那么能吃啊？好尴尬呀！消化了一回，老三又好了，不难受了，开始上场了，吃吧。老三，你尝尝这个汤，还挺好喝的。嗯。不错吧？好喝。啊，外面有哥哥呀。吃饱了没？吃饱了。走吧。走。把肉夹馍拿着。哇，吃的好凉快呀。要不要再去玩一会儿？要。行。你作业还没写完呢。啊，对，忘了。妈妈，我想吃这个小火锅。吃这个都热了，吃小火锅更热。那下回再吃吗？可以。行。要么今天咱别玩了吧，弟弟一天也没睡觉了，老大作业也没写完，行不行？我也没写完。啊？那都赶紧回家吧，快点。我写完了。还是下午带着他们过来买鞋嘛，晚上没回去，一直到现在，超级累的。现在我赶紧带着他们回家了。我第一次感觉逛街那么累，中午来的时候特别开心，玩了一下午，然后晚上回家的时候又累，再一想到作业还没写完，我都真烦。没事，睡一觉就好了。但是作业得写啊，明天写。明天写都晚了。来的时候双倍的开心，回家的时候双倍的伤心。
还困、啊。今天我实在是太累了，我的肩周炎都犯了，肩膀特别的疼。我也是，我一写完作业肩膀可疼了。妈妈还去广场玩吗？不去了，赶紧回家吧。弟弟，你哭，你一哭妈就去了。你看，哎，你看弟弟都哭了还不去呢。作业还多不多呀？还行吧，就是背的可多了。那赶紧完成吧。妈妈，赶紧帮我打印，我已经发在你手机上了。好的，给宝贝儿，好好写啊。啊。睡觉的最高境界，坐着都能睡着。这一天天的给孩子累够呛。全网混的最惨的弟弟，这小睡姿被你拿捏的死死的。哎呦我的妈！洗洗睡吧，感谢观看，拜拜。